5月23日早上7点13分，贝尔遭到枪杀，子弹正中心脏，一枪毙命，现场找不到任何遗证。我不相信贝尔会跟千赌集团有关。贝尔死前为何要打电话给林杰？他跟林杰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其实我现在应该已经死了吧，要不我怎么觉得自己像活在地狱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信，这次与梁玉一起演出音乐爱情故事。世界上最亘古绵长的不是亲情，不是爱情，是背叛。我把那影片公布了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你现在就是一个千疮百孔、满目疮痍的人，你还有什么名誉？这些人打着正义之名说虚伪的话，做虚假的事，他也是罪人。你跟李奥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你们一起把李奥杀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梁玉不会是自杀，因为我们在现场找到的声位量很多。再说，车子里面的行车记录器，它是被拿走的。如果只是这狗仔引发的车祸，那倒还简单。怕是发生的事情没那么单纯啊。叫你们要有效率，不是要你们走旁边走道 ，OK？ 你信不信我有上百台花，是你这种人渣？我想这个收藏应该是违法。大家怎么一说明星啊，光鲜亮丽，是不是很看不起我这种人？你毁了梁玉，我也要毁了你。你永远都不会想要跟我站在同一阵线。我昧着良心说话，你们是这样的。实在不认罪，会让 CSS 整个瓦解。I think victim and suspect knows each other.我们到底还能相信什么？眼见不一定为真。近年来快速窜红的天才女赛车手贝尔·费仪轩，在23日的时候被发现遭人枪杀。我真的很难相信林杰。他妈要讲不讲，贝尔是我朋友。你们还想知道什么？我的心情真他妈的后悔。道貌岸然的人，永远都是正义的吗？你以为你看到的都是真的吗？快跑，快跑！大部分的人都以为只有深仇大恨才会拿下自己，但事实上，被害人跟双手的手势不占大部分。你原本可以救贝尔的，该站在这里的人应该是他。在没有100%的证据之前，任何的推论都有可能的。国际神探李昌钰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他就是奈美案的重大嫌疑犯。我进来只是想劝你早点认罪。什么罪啊？杀人罪啊？什么罪？铁面探长林世尧，你给我回来！在跑啊！暴走刑警杨倩，干什么？你赢得了自己吗？赢得了自己，才是真正的赢家。钢铁雷公雷一鸣，
你这个躲在网络世界里面的人，无论你是谁，我都抓到了。唯物神探新品方，人的左脑掌管逻辑右脑，那你用脸不断在运动，就表示你一直不断在说谎。独行精灵王珍妮，距离火场最近的那间咖啡厅非常的奇怪，它最近一次发出的时间是火灾结束后的3小时。纵火狂通常都是累犯，我看这个凶手哦，他不是背景跟火有关，就是他相当相当迷恋火。就是他，各位千万不要太配合，我已经比对出现场残留鞋印，就是这一双限量运动鞋。哒啦！你都是你害的。正义是人类生存的共同价值。抛弃正义的人是个屁。三月27日起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 ，CSIC《剑士英雄2：正义之战》一触即发，再重视。